看我干嘛？我没有，打太行吧？还不错，找屈服前100，下战书。啊？那我不被虐成渣了？没事儿，放心吧，有我呢。嗯。好像没有点饮料啊，赠送的。送的？嗯。梦里人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梦里人向来就这么大方。谢了。谢谢。嗯。哎，接受邀请了。在教他打迎踢，你怎么还没走啊？浪费时间。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小英雄，哎，我来。草莓还有吗？我先去 VIP 室送一下，你的我一会儿给你做一个更好吃的。嗯，好吧，不好意思。三毛哥 ，VIP 包厢有人吗？季向空来了。季向空？嗯，还有那个天天待在这儿想打屈服第一的秋英。哦。你死记硬背出装顺序是不行的，得随机应变啊！造物者不是你这么打的，你进来可以收他。可是我现在已经残血了，你确定吗？听我的，现在收他，上。一技能先控制他。W 点伤。走位。平 A。他闪现逃跑了，闪现跟上，大招收割。Yes！ 无人能挡。Yes！ 手别离开键盘继续。继续推，打水晶。Yes， 闪避向空，我屈服第65了，太帅了。可以啊，对自己有点信心。嗯。哎，裴熙，你知道吗？我屈服已经排65了。新品种，免费试尝一下。谢谢啊。又免费？嗯。那我就不客气了，谢了。谢谢。嗯。天哪，这么多草莓啊！这跟我在菜单上看的好像不一样。替我谢谢你，表哥。新的战队你找到了吗？你怎么还不走啊？再说了，我去哪个战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会是没有战队肯要你吧？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我就是担心下个赛季我遇不到好的对手。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跟我的好兄弟去磨合，而不是在这瞎溜达？那你现在应不应该是去找下一个战队，而不是在这边约会？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都别生气了。
裴熙啊，给你一个小忠告，以后在女生面前呢，不要板着个脸，会吓到人家的。嗯，我可没你这么有时间。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做的比他好吃。谢谢。别问，我还没问呢。什么情况？嗯，今天真是沾了你的光了。不仅有 VIP 包间，还有免费赠送。免费赠送怎么算沾我光了？我倒是觉得裴熙一次次进来是觉得我碍眼。碍眼？什么意思啊？他明显是对你有意思啊。哎，我是要跟你保持点距离啊，免得我挡了你的桃花。哎，季老师，自从咱俩上次闹完绯闻，我现在可一朵桃花都没了。哦。那我岂不是要对你负责一辈子啊？你想得美。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你会去哪个战队。想听真话吗？其实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家战队找过我。啊？奇了怪了，在别人面前伪装得好好的，我们到你这儿就把实话说出来，所以我们是坦诚相待的朋友啊。嗨 ，Leo。Well, hi, Ji Xiangkong. And this is Inception's manager. I heard you've left Legends. Well, I'd like to ask you,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And fight for the next year's world championships?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I know Inception is one of the best teams, but my dream is to win as Chinese player. Thank you. Bye. Inception? 刚刚谁给你打电话？什么情况？ Inception 邀请我去他们战队，但是我拒绝了。啊？为什么呀？这 Inception 不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战队吗？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哎，你说嘛，我是你最忠实的听众。大三那年，我参加了一场国内巅峰交流赛，当时我听到外国战队嘲讽中国战队，一时气不过，就提出要和对方对战。地狱使者版的灵魂之泪，明显是看透了荆棘女王的套路。他非但没被荆棘女王伤到，反而借着荆棘女王的技能回了血。这是很多职业选手都未必具备的意识。Try the first magic, but you know he's in the front of the line.No！季向空，你太牛了，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啊！你好，有没有兴趣加入职业战队呢？然后你就加入职业战队了？我毕业之后呢，就正式的加入了职业战队。当时我最喜欢的中国战队开拓者也早就解散了，在他们之后啊。中国就再也没有拿过一次世界冠军。外面嘲笑我们中国战队没有战术。当时我刚好毕业，就加入了一间俱乐部，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你就一直拒绝国外战队的邀请？如果我有幸能够捧起冠军奖杯，它一定是属于中国战队的。这也是我成为职业选手的初衷，是我对孤芳的约定。
秋英最佩服的就是有梦想的人。吉祥空，我相信你一定会站到世界之巅的。那我希望那一天是你站在解说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战队获得了世界冠军。嗯，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让我们恭喜传奇战队获得今年的全球总冠军。感谢大家的支持。恭喜吉祥空。死我了！你大早上的干嘛呀？还吓你？说，刚刚做什么美梦了？笑得跟个花痴一样。我看你才是做什么美梦了吧？大早上的敷面膜。哎，这可是你送我的，独有配方的玉妮坊面膜，我肯定要多敷啊。我呢，以后也要当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怎么样，是不是敷完以后皮肤都变得水嫩 Q 弹了，羡慕吧？好好好，精致的猪猪女孩，我羡慕死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吧，昨晚几点回来的？十一点。是吗？嗯，十二点。哎，那么晚回来了，说干什么去了？嗯，我去敷个面膜。哎呀，你给我回来！敷什么面膜啊？你先跟我说清楚，别说你在梦旅人啊，我去找过你。嗯，好，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吉祥空在一起了。又是他，就知道。哎，不过他是教我打云梯呢。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屈服排名第65了，厉不厉害？嗯，最重要的是，吉祥空竟然拒绝了全世界排名第3的超感战队。哇！喂喂喂，邱同学，嗯，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哎，好歹你也是曾经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英女神，怎么现在搞得跟吉祥空的脑残粉一样啊？哎，受不了你了，跟你说了也没用。我去上班去了，你赶紧敷面膜去吧。你队长，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之后就算你不在了，我也会好好努力的。队长好。哎，不对，是传奇的队长。哦，有蛋糕。哎，谁买的？办欢送会是不是？欢送我们突然跑路的好队长。我请大家的。今天哇哦，我们的高冷前队长居然主动请大家吃蛋糕，我真的太惊讶了。哎呀，手抖。下次再见面就是对手了。需要这么客气吗？没必要吧。七月干嘛呢？有一说一，裴熙，你在我们 VNG 的时候，我和舒文倾尽全力去培养，所有的战术打法都是围绕你来的，把你培养成了第一中单。新赛季即将开始，你说你要走，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的想法？这种自私鬼才不会考虑大家的想法，
前一晚大家还聚在一起研究新赛季怎么四保一，让你稳稳得 MVP， 也好让 VNG 有希望得冠军。结果呢，第二天就头牌送爆了传奇，这一波操作厉害。你我都想夺世界冠军，但是以现在的打法根本做不到。我们继续这样打下去，只会耽误彼此的职业生涯。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所有的战术跟怎么保你都你在讲，结果自己做不到，就可以像个叛徒一样出卖所有人的心血和努力，头一转就到对手战队去当队长，是这样吗？没有我们的牺牲，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怎么了？没事。况且舒文姐还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报答她吗？忘恩负。好了，别说了。裴熙，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们也很感谢你为 VNG 付出的一切，希望你一切顺利。谢谢教练，我会永远记得你的，你是我的老师。雪，你干嘛去啊？哎，你管我呢。哥哥，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比你还难过，我比你还想打赵阳一顿，可是有什么用呢？记者已经走了，裴熙也签约了，谁也改变不了。你再这么闹下去，赵阳肯定给你穿小鞋。季帅走的时候也说了，让咱们好好训练，好好打比赛。你再这样下去，我又坚持不住了，哥。队长走了，空哥也走了，我还打什么比赛？我还训什么练啊？咱们和传奇还有两年合约，你这样只会毁了兄弟们。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轩哥，说，赵阳带着裴熙来了。秦总，裴熙，欢迎你，裴熙。没关系，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也不需要这么拘谨，对吧？对。在战队有谁不配合你，你也可以亲自告诉我。秦总，你知道这个裴熙签约咱们公司的消息一发出去，这 VNG 啊，两大赞助商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赛季啊，一定要好好合作，会大力支持我们。你看看，裴熙一来，咱们战队啊，赞助商也就跟着来了。我看这个冠军啊，也指日可待了。季相空是因为我走的吗？季相空的离开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嗯，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和负担。哎。你还没有参观公司吧？我带你去转。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这个，罗教练，你干嘛呢？干什么你？你干嘛呢？又给我惹事儿了！林轩，抽什么风你啊？你拿着健身器材到这儿来干嘛？啊？这不新队长来了吗？我得好好跟新队长打个招呼，是不是赵经理？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我们一起准备新的赛季，好吗？哎呀，
罗教练，这裴熙的加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登顶，啊、对吧？欢迎，小 Z， 你等着。年轻，太年轻。你们还不熟，等以后啊，你们熟了就好了，是吧？是吧，罗教练？那个裴熙，裴熙啊，怎么回事？天才啊，天才都是这样，特立独行。太过分了吧！罗教练，丢人呐！啊，这就是你管的，还不赶快去管？我去看裴熙去。这是我对星图战队的战术分析，你看一下。上赛季26胜，有20胜靠的是保守拖延战术取胜。如果能在战术上做一些突破，我相信新赛季星图有望进军温哥华。相控，我们今天不讨论战术。你看看合约，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直接签了。顾放亲自给我打了电话，我们星图对你一直很关注。不过每个团队都有不同的战术体系，你刚进来就想让战队执行你的战术，这合适吗？不过等一两个赛季之后，你要是表现得很好，董事会是会考虑让你来做团队指挥。陈总，至于打什么位置，我并不介意，但我希望能发挥出我的长处。如果我的战术对你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我的加入也是没有意义的。相公，作为朋友、前辈，我劝你一句，别太理想主义了。但我愿意去赌这个理想。谢谢您的咖啡，我先走了。蔡奇了，哇，这么丰盛啊，孙哥，你是不是早就猜到我跟那个星图会谈崩啊？星图庙太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算了，你别这么狂了，会脸红的。你还会脸红啊？在我这儿天天蹭吃蹭喝蹭住的，从来没见过你不好意思啊。这样，从明天开始，我给你打工。好歹也是全国冠军，我哪养得起？不过我认真的想过了，星图既然不需要你的战术，有一个战队特别适合你。什么战队 ？VNG。文姐的战队。孙哥，我认识你这么久，你第一次在我面前主动提起舒文姐。都什么节骨眼儿，你还跟我嬉皮笑脸的？哦，你接着说。你怎么看舒文？文姐那绝对是女中豪杰啊，在电竞圈里面我最佩服的除了你跟队长就是文姐了。目前的电竞圈能像顾放一样敢冒险敢挑战的人也只有她了。也是，豪门战队里我唯一没有联系的就是 VNG， 他们的赞助商基本上都是冲着裴熙去的，裴熙走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怕我这种招黑体质去了会连累到文姐。连累不连累是你操心的事儿吗？就说那个裴熙，他也许比你更懂操作，但你比他更懂人。巅峰比赛到最后不就是猜对手的心理吗？你要是去了 VNG 啊，他们能再上一个台阶。文姐要需要我的话早就联系我了，还算了。
相托，你要是怂了呢，你就回来，接着当这个小网管。你要是还想再拼一把，给舒文打电话，你告诉他，你能给他一个全新的 VNG。昨天袁总给我打过电话了，我知道，他跟裴熙去传奇了。现在的赞助商就是这么现实，谁有商业价值，跟着谁走。我又通了，昨天跟袁总他们喝酒了吧？我没事儿。只要我们的战队能打出成绩来，即使走了的赞助商，他还是会回来。不过你放心，我还在努力。这段时间我们很艰难，辛苦你了。哦，对了，青训营里有一个孩子潜力不错，我觉得我们可以培养一下。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裴熙。可是我想要的不是下一个裴熙。自从裴熙来了 VNG， 我们的战术就没有变过，永远都是四保一。所以我在想，也许裴熙走了是件好事情。可是我们用这个战术成绩不错呀。是，所以裴熙走了 ，VNG 就跟天塌下来了一样。这不是我理想中的战队。理想和现实，它总是有差距的。我有一个简单的计划，先从青训营里选一个孩子出来顶上来，再让齐越去当队长。李干，齐越的能力是不错，但是以他的个性是不适合当队长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了。你让我再想想。文姐，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谈谈。不是，这有什么好练的？打来打去就这一个招，不练。李雪，小声。我说错了。林轩，训练赛马上开始了，要不你先休息休息。裴熙，金总，金总，哎呀，裴熙啊，你可真是我的福将。之前 ，VNG 的赞助商袁总，因为你，特地来赞助我们战队了。不是我让他来的，不管这些。反正赞助已经到位了啊！三天后，整个训练室的设备全面升级，这都是新队长带来的福利，要好好的感谢他呀！谢谢金董，谢谢队长。好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马上训练赛了，你们要好好配合你们的新队长，一起加油。知道了，加油。好，走了，金董再见，再见，金董再见。哎呀，以前这么空哥，不屑于巴结赞助商，天天换个设备求爷爷告奶。咱们现在队长可厉害了，天天不研究战术，只研究怎么巴结赞助商，多厉害！我说过的，不是我让袁总来。别以为你那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拢我们。谁又拉拢你啊？你爱打不打，能打辅助的多的是。就
瞧不起辅助是吗？云轩，还有五分钟打比赛了，大家都冷静冷静。你不是厉害吗？我不打了，我看你怎么玩。云轩，云轩，云轩，你去哪儿？不用拦他。不是队长，咱没有辅助，四打五怎么打呀？四打五，照样能赢。大家过来一下，啊，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啦，主任？啊，都到了啊。那个今天早上啊 ，VNG 的李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希望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战队的齐越。我这推了半天也没推掉啊，你们看看谁愿意去？啊，我。啊，还有谁？主任，依依想去。哎，行吧，依依，那交给你了。我。嗯，去吧啊。嗯，谢谢主任。嗯，哎，走，茶还没喝完呢。来了来了，这边有演。服了，四打五，这也能赢？上兵！得有多强的心理素质才能抵得过这么多的谩骂啊。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其实也是有支持他的。他们都截图下来。哎，我回来了，累死我了。你在干嘛？我没干嘛呀。你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啊，我忙点事儿。你怎么这么累啊？你那佛系杂志社不是挺悠闲的吗？他们是悠闲了，我惨了。哎。给你捏捏，给你捏捏，来。哎呦，这边，好，轻点啊。嗯，说说吧，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嘿，是不是真闺蜜了？哎，明天啊，我要去 VNG 采访齐越，那不挺好的吗？可我不了解他呀，我就临时抱佛脚，查了一天关于他的资料。哎，说到这个我就来气。你说明明是他们约我们采访，对吧？结果光采访时间就调整了三次。我倒要看看这个齐越是哪路高人。哼，哎，轻点，姐姐，我疼。错了。哎，说认真的啊，人家齐越可是 VNG 的队长，又是元老，还是老板的徒弟，所以耍耍大牌很正常啊。他是舒文的徒弟，李敢的徒弟。嗯，哎，你知道的还挺多呀。既然你这么了解他，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去采访？哎，我可以让你当我的摄影助理。明天呢，我就带你去开开眼界，让你好好认识一下什么是战斗，这样啊，对于你参加明日之星的比赛也是大有好处。怎么样，我对你好吧？你对我太好了，我也这么觉得。我看你是自己不敢去吧。嘿嘿，我有什么不敢去的呀？就是不敢。你还没告诉我你刚刚鬼鬼祟祟看什么呀？这会儿完了。行了，我陪你去还不行吗？我当你助理，开心了吧？忙着呢啊。